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法视频，剩下后面一段，就是物质下第二，探美所持之法，即是通经方轨。这里有长文，有句诵。长文里面第一探经法已经说过了，现在讲的是第二是方轨。就是开导只是修行的方法有两段，那么第一证明方法，上次就讲到证明方法里面呢，有三段，那么后边的一段还没说完，开始这个修行的方轨弘扬的方法，那么第一是标章，第二解释，第三劝修。那么标章的经文在第233页，那么就是最后一段这一页的最后一段标章啊，在这个药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来灭后欲为四众说是法华经者，容何应说？是善男子善女人入如来室，坐如来衣，坐如来坐，而乃应为四众广说是经。这就是标章，就是说开始弘扬法华经的方法规范那么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弘扬这一部经的妙理呢？那么就是要入如来室，坐如来衣，坐如来坐，具备这三个条件呢，才能做弘这个法华经的事业。那么第二解释，解释正是在第234页开始，第234页如来是者，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师，如来依者柔和忍辱心师，如来作者一切法空师。上次就讲到这里，那么这就是解释这个方轨三种条件那么要入如来室，什么是如来室呢？就是大慈悲心佛法以慈悲为本呢，大慈悲心就是具备大慈悲心，就是入如来室，就安住在佛陀的这个法室之中，所以叫做入如来室。那么要弘扬法华经，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慈悲心有慈悲心，爱护众生，能使众生离苦得乐，自利利他，那么具备这个条件才能够弘扬法华经，这是第一入如来师。第二要做如来衣，就是穿上如来的衣服什么是如来衣呢？如来衣则柔和忍辱心有柔和的心，不刚强不粗暴，那么很柔和，很柔顺而调和的心碰到种种的逆境能够忍受不怕这个种种的侮辱能够忍辱，那么具备修这个忍辱波罗蜜的这种的精神这就是第二个条件。那么因为弘扬佛法呀什么样的情况都会碰到，假如碰到逆境的时候被人打骂都能忍受，
那么那就是必定要有柔和之心啊，那么能修忍辱波罗蜜才能够弘扬这个大法，这是第二个条件。那么第三个条件要做如来坐。什么是如来坐呢？是一切法空，知道诸法空的道理，也就是说佛法讲因缘，凡是因缘三法，当体即空，缘生无性啊，当体即空。凡是因缘所生之法，没有一样不空的。所以中观论龙树菩萨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一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所以如果你能够体悟出诸法空的道理，才能够弘扬这部大经。那么这是第三个条件，常常把这个境界安住在诸法空的这个境界上，那么就是能够体悟人空法空之理，那么知道般若性空的意义啊，那么时时加以观察修空观，那么具备空观呢、啊、这种的条件才能够修忍辱啊。那么空观啊跟忍辱是有彼此互相帮助的作用的啊，但勉强的忍耐，可是你不知道诸法空啊，执着为实，这个人就很辛苦了啊，不会做得好。那么知道诸法性空吗？啊，骂都是希望不死的，没有实在的东西呀 啊。那么一切知道是当体即空，那么纵然是再逆的境界，他也能够忍受下去啊。所以具备诸法空的这个条件，那么再来修忍辱波罗蜜。那么修忍辱波罗蜜必定要具备诸法空的这个观察，那么这就是对于自己自修方面呢，要具备这个功夫。那么对利他必定要有慈悲心啊，慈者能娱乐，悲者能拔苦，具备这三种条件呢，才能够弘扬这个法华经。那么第三段是劝修啊，上次是讲到一切法空啊，那么劝修就是说你具备这个条件，必定要好好去弘扬佛法啊，做这个自利利他的工作。所以说安住世中，然后以不懈怠心为诸菩萨及世中广说是法华经，把精神心力完全安置在上面这三种方法之中。世中就指上面三种啊，这个如来世啊，如来一，如来坐，把精神心力完全安住在这三方面，这三个条件当中啊。那么同时还要以不懈怠心啊来做弘法事业，不懈怠就得精进了，不会懒惰懈怠啊。懈怠就是放逸了，放纵心一啊，不肯努力用功。那么现在不懈怠就是努力精进啊，具备上面的条件，还要很努力啊，下功夫精进去做自利利他的事业，那么为一切菩萨并及四众弟子，在家有二众，优婆塞优婆夷，出家有二众，比丘比丘尼啊，为佛的四众弟子详细的讲说这个法华经的微妙之理。所以广说是法华经，广详细呢啊，您了解这个法华经的经义，然后要详细的为佛的四众弟子啊，并及所有的菩萨们，初学的菩萨，为他们说这个法华经啊，那么让他能够体悟诸法实相啊，都能够开始悟入佛之之见啊，那这就是劝修。具备这个条件，那么开始你的方轨之后啊，必定要好好去做。所以第三劝修，这就是方轨。下面新字一下第二啊，名五利益。按照上面的方法去做自利利他的工作，
那么您就能够得到下面的五种利益，所以叫做明五利益，说明你照这样做就能成就这五种利益。经文说，药王，这笔经佛对药王菩萨说的，药王菩萨就是法师的领导者啊，由药王来启发领导啊，修学法华经自利利他的功夫的人，那么佛对药王说，我于已国遣化人为其即听法中，这是第一啊，五种利益的第一种啊，遣化人，遣是派遣使令。佛说如果世间上啊，佛若灭以后，有人发心啊，具备上面三条件而去做弘法事业来说法华经啊，那么这五种法师，那么佛如果离开这个世间之后，佛入灭以后啊，他并不是入灭以后就没事了，在这个地方视线入灭，是因为这边接受佛教化的众生的因缘尽了，那么佛就到其他的地方去啊，还是继续在做他的度化众生的事业。所以经文说，我与已国，我释迦牟尼佛自称啊，那么虽然在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入灭以后啊，他又到其他的国土去，夷国，其他的国啊，除掉这个国以外，在其他的地方他方世界啊，那么在那个他方世界弘法的时候，如果知道娑婆世界这个地方有人呢具备上面三条件而在弘扬法华经，那么佛在他方世界他会派遣变化的人啊，为这个说法的人呢聚集很多听法之中啊，那么派遣那个化人来做影响中啊，领导这个听众啊，所以真正会讲法华经懂得法华经之后能够如法而说啊，那么真正为弘法而说的这种的说法的道场不愁没有听众啊，因为佛纵然在其他的国土他也要派遣变化的人来做听众，来领导很多人呢来听这个法师说法，所以遣化人为其即听听法中，其指这个说法华经的人啊，为这个说法华经的人替他聚集很多听法的听众啊来听他说讲经，这是第一种的利益。一拳化比丘尼尤婆塞尤婆夷听其说法，世诸化人闻法信受随顺不逆，这是第二拳化四众啊，派遣这个变化的四众弟子啊来做影响众听这个法师说法。一就不只派化人而已，上面的化人是普通人啊，不一定是佛弟子。第二的化人一样是化人，但是化的就是佛弟子四众弟子啊，所以同时也会派遣变化的这个四众弟子，比丘啊，就是男众出家受大戒的，比丘尼女众出家受大戒的啊，这是出家二众。尤婆塞就是近似男，尤婆夷近似女，就在家而中啊，同时也在他国派遣这个佛弟子四众弟子啊都是变化人来参加听这个法师说法，听其说法，其指这个说法的法师，听这个法师说法。这些化人闻法能够信受，听了之后啊他能够深信而领受下来，那么随顺法师所说不会违逆，也就是说护持这个道场啊，只有让他进步，他不会扯他的走，也不会拉他的后腿，就是不会违逆法师，这个法师弘法的道场他必定会扶持他，使他能够很调顺的成就，那么这是化四众。
什么叫做化人呢？化者无而复有，叫做化。这个地方本来没有这些人，突然之间很多人在这儿，经讲完了，这些人又没了，来无所从啊，去无所至，从什么地方来不得而知，突然之间增加很多人，那么法说完了他走了，走到哪里去不得而知，突然之间没了，这个叫做化人。化就是本来没有的，突然之间有了，不像我们这个身体有生有灭，显然的可以看到，化人突然之间变化出来了，那么等到你说话完了，他又突然之间没了，这个叫做化人。那么像从前，这个南北朝的梁朝的时候，法源法师，他讲《法华经》这个天月明空，好多看到好多人呢，在空中停住在那听他讲经，天人散花。这个从空中落下很多很多的花来供养这个法师，供养法华经，讲的时候必定会看到很多很多人，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不得而知，等到他法座这一座经讲完了，那么下这个讲到最后回向了，念这个回向句念完了，回向句念完，法师下座，人没了，当时看到很多很多的听众突然之间没了，这就是化人，那么像法云大师的说法，讲法华经真的就是能感化到好多的化人呢，来听他说法。那么当然其中啊，不但是有四众弟子普通人，也有天龙八部，所以下面第三化八部，变化作很多的八部天龙八部等中来听这个法师说法。所以经文说，若说法者在空显出，我使广权天龙鬼神钱达婆阿修罗等听其说法。这是说平常时啊，佛都会派遣这些天龙八部来扶持这个说法师，如果这个说法的人在空显之处，空静安闲之处啊，在哪里自修用功，或者是打坐入定，我释迦牟尼佛自称，这个说法的人在空闲的地方从来没有说法，可是我会派遣很多的天人龙神鬼神众，世间的护法善神，像这个四天王众等，还有八部众钱大婆阿修罗，这些名相在前面呢续分开头的续评就已经讲过了。那么钱大婆阿修罗这两种就是八部之二，那么还有其他的八部中没有一一详细列出来，所以用过等之啊，总包括天龙夜叉钱大婆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切，这是八部，八部详细的名目前后经文都有很多，这里只列出两种，钱大婆阿修罗，前面还有个龙，用个等字概括没有列出来的，其他的众，那么这些很多的天龙八部都会到这个说法的人的地方来听其说法，来听法，其指这个说法的法师。那么这一段文，这是第三，派遣这个天龙八部来扶持，就两种意思，一种啊，说法的时候天龙八部来做听众来听经，那么所以前面讲的那个法源大师在说法的时候，空中很多的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八部之众好多好多，那就是天龙八部来扶持，来听法，一方面听法做听众，一方面扶持道场，所以凡是修行说法讲经的道场啊，天龙八部啊都要这个受佛的扶持，到这个说法的地方啊来扶持道场扶持三宝，这是一种。
假如法师没有讲经的时候，他不是不可能一天到晚都讲了，讲有讲的时间，不讲经的时间呢，平常是在空闲的地方自修，或者是在休息，无论在什么时间，天龙八部都要扶持他，时时刻刻就在这个说法师的周围啊，来扶持他，使他得到安宁，这是第二种的功用。所以佛派遣天龙八部来扶持，一方面做听众，一方面维护他，有这两种的作用，这是第三，那么得到第三种的天龙八部来扶持的利益。不但具备上面的这个利益，还有第四，能见佛。所以接下去经文说，我虽在异国，时时令说法者得见我身，这是第四，能见佛。释迦牟尼佛说，我在这个世间就入灭了，那我到他方世界别的国土去弘扬佛法，做我的弘法事业，度众的事业。异国意思不同啦，不在这个国家，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弘法了，那么到他方世界去做他的度众的事业。那么佛虽然是在其他的异国在弘法，可是他时时会使令说法的人呢，能够见到佛的法身。我是佛自身呢，那么这就是说，常讲说《法华经》的人能见佛。释迦牟尼佛时时啊都要使他能够见到。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要问我啊，哎，法师，你有没有看到啊？你有没有见到佛呀？前面不是说吗？那么说法的人呢，那么时时刻刻不离于佛，那么假如你能够时时回光返照，背尘合绝，你自信佛时时现前，那就是等于佛现前，那就时时见佛。您觉悟了就见佛，你迷了佛就离开了，看你觉了没有，假如你真正能够觉悟，你就能见佛。那你问我有没有见佛呢？我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这个道理怎么讲啊？那么有的时候好像很灵敏了，那么有点这个比较这个清朗的境界，那好像就是见佛一样，那么时时不忘佛法，那就是见佛，不一定要见到佛的那个身相啊，不一定要见到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么最起码我们早晚课必定见佛的，不但我见，大家都见，大殿上不是供的佛像吗？你眼睛睁开不是见的都是佛像吗？佛像你不要把它看成泥塑木雕的，佛像就是佛的真身，佛像你把它看作真正的佛来恭敬礼拜，功德一样，所以你看到佛像就是等于见佛呀，那么世间有佛像就是等于世间有佛，一佛在世没有两样。所以释迦牟尼佛临将要入灭之前前三个月，从桃李天下来，那么世间上三个月的时间没有见到佛呀，很怀念。那么油田王就用旃檀香木啊雕刻一尊释迦牟尼佛像，那么佛从桃李天下来的时候，这个油田王也把这个佛像请到这个佛前呐，来迎接佛了。那么佛就为这个佛像抹顶啊，佛为这个佛像抹顶，以后啊，这个我灭度以后就靠你去弘扬啊，所以那么这个佛入灭以后，世间上有佛像，就这个佛像不论哪一种佛像都是经过佛抹顶的啊，都是代替佛在世间弘扬佛法的。所以我们见到佛像也就是等于见佛。那么如果以这句话来解释呢，那么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见佛啊，一天到晚都在佛堂里，那么不是就是住在如来寺吗？那么时时刻刻都见到佛啊，与佛时时相见，那么这就是等于是见到佛一样。这是说通途的说法。假如你真正修持的功夫好，能够真正见佛的。不过啊，见佛也不能执着，不能生欢喜心啊。
假如你真正能入定了，见到佛像了，那你生欢喜心，就是随便跟人家说了，哎，我见佛了，我在什么时候亲自见到佛了，佛来跟我讲话了，那纵然是真佛呀，恐怕也会变成魔镜啊，欢喜心一生，魔镜就如来。所以呀，这个纵然亲见佛也不随便说。所以庐山初祖远公大师，他一生啊三度圣相，不曾向人讲过啊。他在定境之中一生修法，见过三次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音世尊，可是他不曾说。最后要往生了，第四次见到他才说，他说我过去曾见过三次，今天又见到了，我要离开这个人间了，又往生极乐了，要走了才见才说啊。那么如果这个人说他见佛了，这个话说出来以后他就入灭了，这个可以说是真的。假如他说他见到佛了，可是他还在人间住了好久，也没有入灭，这个说的是假的，那你就不必相信他啊。所以呀、是不是有见佛，要问自己，问自己。那么既然要问自己啊，你也不必问我了，问你自己有没有见佛就好啊。所以这个真正能够有功夫见佛并不难了，佛就在你心中。所以如果您能够如法去弘扬，那么佛在异国呀，也常常使这个说法的人呢、能见到佛身。佛有三身呢、法身、报身、应化身啊、那么这个佛像就等于佛的化身一样的。最后第五种，能使这个说法的人得到大种持门。若于此经妄是嫉妒，这个念斗不是赌啊、嫉妒，就是这一句到这里为止，就斗啊，斗点了啊。若于此经妄是嫉妒，我还未说令得具足。假如这个赌经的人呢、他忘掉这一句啊，那么万一忘掉一句，忘掉一个字，哎，佛会现前就跟他说，哎，你哪一句忘掉了，哎，哪一句你没有念好啊，他会告诉他啊，使他这个念成具足啊，不会有所缺少，使令得具足啊。这就是使他得大种持门，种一切法，持无量意。这显示像这个智者大师修法华三昧，读诵法华经啊，得出旋陀罗尼，旋陀罗尼，陀罗尼就是种持啊。那么读诵法华经能得大种持门，种一切法，持无量意。所以读诵法华经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妄思俱斗，他尚且会佛会现前来为你说，这个不一定是佛现前，有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忘掉了，那你心静下来继续念下去，突然之间又想出来了，那就是等于佛来开导你，使你呀、这个嫉妒不会忘失啊、真正好好去读诵法华经，利益是很大的啊、我从前闭关闭法华关，我每天拜法华经，读诵法华经啊、有的时候读得很累啊，哦，实在是不休息不行了，但是这个经没有读完，不想休息啊、那么坐在哪里读，读在中间睡着了，呵呵，读来读去睡着了，很奇怪的，就是睡着了还在念啊。不过这个页一页一页没翻过去，没翻过去，可是他还会念啊。那么是这个念的时候，就是好像梦境一样，会有这种情况啊。这就是等于是佛啊，这个扶持你的精神啊，你不能啊为了这个疲劳而忘失你的修法。那么不能由此就迷糊下去，他还是在，纵然身体疲劳了，他精神还是在那里继续啊、这种情况如果你真正好好的下番功夫啊、并不难见到啊、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过啊必定要有个专一啊、专一起心啊，下死功夫才能啊有所这个得到有点受用啊、
那么修行不能看作太容易，也不必看作太难，实际上也不难也不易，只要你有恒常心，好好做，天天做啊，天天下功夫，天天读诵，那么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呢，那你就会得到真实的利益啊。不过修学佛法，记得前面的这个，要知道诸法空啊，啊，那么明白一切法空，不要执着这些修行相啊，不要少少有所得，有得到一点小清安了、啊，那么由此就生欢喜心啊，或者是浮躁起来了，随便跟人说了，变成魔镜，那就是很不好啊。所以真正有修行的人呢、啊，他的境界他不会随便说的，像罗侯罗啊，修密行啊。那么前面讲罗侯罗的时候曾讲过了，罗侯罗密行啊，唯我能知之，只有佛才知道罗侯罗怎么修行啊。所以真正要用功的人，他都是内心的啊，好好下功夫，他不会呀、啊，做这个外表的好看啊。前面是长文说完了，长文两段都讲完，接下去是句诵。啊，句诵因为不是完全是重诵啊，所以称它叫做句诵，里面有部分不是重诵啊。句诵有三段，第一总劝，第二诵长文，第三接劝，这是劝修的作用啊啊。因为这个总劝跟接劝的文字不是重诵啊，跟经文里面的从这个长文呢、啊、不会完全一样，带有一点孤奇的意思，所以不宜重诵看它。只有第二段的诵长文，那是完全是算是重诵。先说总劝，儿时世尊欲重宣此一，而说句言。释迦牟尼佛前面长文说完之后啊，为了要利益一些顿根众生，恐怕他听长文没有了解啊，重复再用重诵说一遍，所以重宣此意，再说下文。句诵就是论文题，等于中国的诗歌啊，等于是名啊，所以它有固定的字数成为一句，这里都是五字一句的这个句诵。欲舍诸懈怠，应当听此经，是经难得闻，信受者亦难。这一首句就是总劝，总以劝导一切修学佛法的人呢、啊，要好好的精进受持读诵《法华经》。假如你想要舍掉懈怠心，放逸心，要精进修学佛法，那你就应当要听受读诵这一部《法华经》，欲期望要舍掉许多的懈怠心啊，要精进修行，那么就应当要听这一部经，此经就《法华经》啊。为什么说要丢掉懈怠心而精进修行，就要读诵受持《法华经》，讲说《法华经》呢？因为呀、啊，是经难得闻呐、啊。法华经很不容易听到的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四十余年都不曾说，最后才说啊，所以这一部经很不容易听到，难得听到，难得闻，闻就是听，听已经是不容易了，听了之后能信能受更难了，所以说信受者亦难，听了之后生信心，深信法华的妙理，能够知道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已失啊，真正是为了开权显示会三归一啊，那么是就是要一切众生开始误入佛者之间啊，你明白这个道理，深深心相信，而且这时候在怀呀、啊，认持不失，受就受持，时时刻刻不忘法华经啊，能够深信能够受持的这个人更为难得，很不容易啊！能够发心受持法华经，有信心很不容易，所以这是总劝。那么说难，就是劝导大家呀，要发心啊，多读诵法华经，听受法华经
啊，要深信受持啊，不要妄视法华经，要具备五种的这个修持法门，就前面所说的受持、读诵、讲说、书写啊。下面是第二，诵长文，就是把前面长形的文字啊，用重诵再重说一遍啊。不过这个文字就比较简单了，分成两段。第一，但诵月古叹，嗯、第二，诵方轨。前文有月人叹、月法叹，人中有因有果，现在总合起来指月古叹。国指依法华经修行能够就近成佛的佛国，嗯，依这一部经修行能成佛，所以越果叹，嗯，越果叹有两段，第一诵利比，第二诵法合，就前面有早景喻啊，就是先用重诵啊说明前面的比方，建立的比方啊，用重诵说明，所以诵利比。如人渴溪水，穿凿于高原，犹见干燥土，知去水上源，渐渐石土泥，结定滴滋水晶。这六句就是重诵前面的比方，长文里面说的比较详细啊。如果有人很渴了，要喝水。如就好像世界上有人呢、渴了，需要水来喝啊、那么你需要水的时候怎么办呢？凿井啊，就穿凿，从高原的地方，很高的地方穿凿啊、打井啊，可是一直凿下去，凿得很深呢、看到的拿出来的土样啊，还是干的，油见干燥土。都是干土，当然就没有水了。那么知道距离水还远的，知去水上源，那么距离水还是相当有一段，因为都是干的，没有湿土啊。那么再渐渐的再往下挖，再穿凿到再深啊，就发现有石的泥土了，渐渐石土泥呀、就是泥巴烂泥了，有水的。有水混合的这个石土啊，就渐渐石土泥，决定之水晶，决定就可以知道哦，下面有水。为什么？已经见到有水分的泥巴了，凿出有水分的泥巴，可见下面是有水啊。这是比方，下面就送法和。药王，汝当知，如是诸人等。不闻法华经，续佛智上缘，这就是只凿到那个干土啊。这比方这个干土啊，凿出来的都是干土，那么没有见到水，那水就比法华经，那么距离这个水分还远呢，都是干的，就是这个人啊，纵然行菩萨道，他没有见到法华经啊。所以佛对药王菩萨说：“你应当要知道啊，啊。”如是指这个修学佛法的人啊，行菩萨道的人，诸人修行菩萨道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诸者多也啊。这些人等，因为他没有听到法华经啊，不闻法华经，就是没有听到法华经，就好像这个要水的人呢、穿凿在高原呢、都是干土，凿出来都是干土，就是还没有见到法华经啊，就是距离成佛的机会还是很远，所以叫做去佛至神缘，他还没有得到佛果上的无私智、根本智啊，这个自然智、无私智啊，他距离很远，还没有办法见到，因为他没有见到法华经，没有闻到法华经，所以去佛至上缘啊。那么这就好像在高原穿凿水井啊，只见干土。还没有见到水分。若闻是生经，绝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闻以地思维，当知此人等尽以佛智慧，这就是见识图了，
和这个见石头的比方。如果修行菩萨道的人见到这个法华经，是深经，深经就是指法华经，法华经深奥而微妙，所以叫做深经。如果行菩萨道的人听到法华经了，知道佛出现世间的这个一大事因缘了，那么他知道法华经里面所说的解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这两句话在其他的经论里面时时都引用的啊。解了声闻法，声闻修四地法求证阿罗汉果还不能够成佛，直到了化成，走了三百由旬那么在法华经里面叫他到达宝所，决定了之啊，声闻法只是成佛的前方便，凿井见水的前方便啊，前面的干土不凿下去也见不到石土啊，那么没有声闻法也见不到菩萨的大法呀，所以声闻法经过法华经的开显之后啊，当下就成为菩萨道。所以前面经文说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学悉当成佛。汝指声闻人你们这些声闻人所修所行的就是菩萨道努力进修就能成佛，所以决定了之，声闻法就是成佛的前方便，就是开权显实的前方便，声闻法都是权法，经过法华的开显之后都是会归一时，就解了声闻法。那么要知道法华经是诸经之王，王者自在意啊，并不是说是摆在高高在上啊，好像统领一切的那个帝王。佛经所说的王往往是表示自在得到法华经了，依法华经修行才能在菩提道上得到自由自在，所以法华经是诸经之王，依法华经修学才能够得到大自在，才能在从初发心到无上菩提经过四十二位自由自在呀，悠悠道与宝所不会有所困难，所以叫做法华经是诸经之王因此我们平常习惯性就是说法华是经王那么法华是一切经之王，王者是究竟自在，成佛才是究竟自在，因为成佛就是法华，法华经是教人成佛的方法，所以他是诸经之王的大自在。他听过法华经之后闻以地思维，闻思修三昧啊，听了之后不思维，不进一步去研究闻就是闻会了，闻也就是听了之后地思维，地就是很认真下功夫去思维法华经的道理法华经里面的深意无穷无尽所以智者大师九旬谈妙，妙法莲华经五个字讲过九十天，显示法华经的深意奥义无穷无尽，所以能够以九十天的时间也不只不过是讲了五个字妙法莲华经五个字而已，那么这就显示里面的道理很多啊，假如你不细细的去思维的话，囫囵吞枣的言下去怎么能够得到受用啊，所以必定要地神很认真去思维，这就是思会那么认真去思维再努力修学，就是修慧，闻思修三慧七番有了闻思修就能开发智慧，才能断烦恼了生死而到成佛道，所以闻以地思维，当知此人等尽一佛智慧，这就是已经见到石土泥了，知道有水了找到这个有水分的泥巴那么应当要知道这个人已经接近于佛的智慧，就快成佛，距离成佛就不远了成佛必定有期望了，那么听到法华经依法华经修学决定有成佛的希望，
所以前面说举手低头皆成佛道，这就是送梵盒，后边送方轨有两段，先送证明方法。若人说此经应入如来室，作于如来衣，而作如来坐，初众无所谓，广为分别说。如果有人要说这个法华经，要讲法华经，应当要入如来室，要做如来衣，要做如来坐。那么具备这三个条件，在大众之中说法呀，不会有所不位啊，他会很健康的坐在哪里说法啊。那么可以为众啊广为分别说，很广很详细的为一切众生分别说明法华经啊。那么这个如来是如来衣，如来坐是什么呢？下面就加以说明说，大慈悲为是，柔和忍辱一啊，诸法空为坐，这都说过了，不必再说啊。处此为说法啊，具备这三个条件来为众生说法啊，那么才能够啊自利利他，得到功行圆满啊。若说此经时有人恶口骂，加刀杖瓦石，念佛故应人，这是说明这个柔和忍辱一的说明了，因为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再加一首偈颂来说明。如果有人讲说这一部法华经的时候碰到恶人用恶口来骂你，粗话骂你，甚至严重到拿刀来杀你，杖来打你，瓦石来丢你来伤害你，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说法的人呢，念佛怎么念佛呀？不忘受佛的附属接受佛的嘱咐啊，要在末法护持弘扬法华经，那念佛的缘故啊，你应当要忍受人这个恶人的打骂伤害这个才是柔佛忍辱一那么能够具备这个条件，这个柔佛忍辱一才算成就。我上次说过的，像圆严法师碰到这个人家用米田供丢在他的脸上，他还能够忍受这个功夫就到家了，这真正穿上柔佛忍辱一那么不到这个功夫说法就会有困难，所以这是重诵证明方法，后边重诵说明五种利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
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施食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1004年4月11日起至2011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岁末迎春贺岁点灯祈福法会，普门示现应机说法，千足祈福，万众云集。日期1月31日星期一，时间晚上8点，恭送普门品，点千灯祈福法会。日期2月1日星期二，大年初一，弥勒慈世尊初一逢圣诞，新春礼千佛，消灾增福会。时间上午9点，礼千佛即佛前大供，恭请慧泰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群共同领众。日期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千佛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三，星期四，上午8点半，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大蟒蛇相救。11月11日上午，广东省英德市大东乡农民杨贵宝吃完早饭后，便携带砍柴工具上山砍柴。家里的木柴不多了，吃了早饭，你上山砍些柴回来吧。好的，我这就去。你上山可要小心点啊。知道了，山上又没有老虎。我可听说最近山上经常有野猪出没，要是遇到野猪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就放心吧，我会小心的。够多了，这些木柴可以烧一阵子了。就当杨贵宝砍好柴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从山林中跑出一头大野猪。啊，野猪！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好险啊！看到杨贵宝爬在树上，那头野猪并没有反而死死地守在树下，
还用他长长的嘴拼命的嘴吐，企图想把法术弄倒。不行，这样下去可不行，这棵树支撑不了多久的。救命啊，救命啊！让杨贵宝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一条约75公斤重的大蟒蛇从山林中钻了出来，直奔他叫喊的方向。救命啊，救命啊！这条大蟒蛇不会也想要吃我的吧？好险啊！今天要不是那条大蟒蛇，我可就没命了。杨贵宝回到家后，就将刚才惊险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跟妻子讲了起来。这么说，是那条大蟒蛇救了你？是啊，我觉得那条大蟒蛇好像在哪里见过。不会是去年你救的那条蛇吧？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就是那条蛇。在去年的12月份，杨贵宝和朋友上山打猎时，在一个土洞内发现了一条大蟒蛇。喂，你看，那里有个洞，里面好像有东西啊。真的耶，我们过去看看。哎呀，好大的一条蟒蛇。是啊，我们把它弄出来吧。这条大蟒蛇可真大只啊，要是卖给餐厅，一定能卖个好价钱。怎么能卖掉它呢？这可是国家级的保护动物，严禁捕杀的。现在天冷，它正在冬眠，等天暖和了再把它放回山林里。你说的对。然而两天后，朋友趁杨贵宝出门办事时，竟将大蟒蛇以500元的价钱悄悄地卖给了一家餐厅。的确很大，500块我买下了。好，好，成交了。哈哈哈哈！什么？你把它给卖了？你怎么能这样做？你看，我卖了这么多钱呢，我们俩一人一半。不行，你跟我去那家餐厅，把大蟒蛇买回来。哦。你说那条大蛇啊，我把它卖给广州的一家餐厅了。算了，找不回来就算了。不行，我要去广州把它找回来。就这样，杨贵宝不顾辛劳，又连夜赶到广州，终于将大蟒赎了回来，一直细心饲养到今年3月，才放它回到原来的森林中。想不到那条大蟒蛇如此通情达理，它听到了你的呼喊声便跑来救你。是啊，今天要不是它，我早就没命了。昔日的善举，今日就被大蟒蛇报恩相救，真是行善事得善报啊。